下一次文武斗的比赛，我讨论一下，看怎么样给他扳回一城。我不比了，你的条件又没有比 Allen 差，你干嘛要放弃啊？追女孩子呢，就跟打官司一样。纯正信函。刚刚邮差拿送了一个什么纯正信函，是不是有人要告？那你现在赶快打开来看。成为更进一步朋友，而非只是同学的论述。每周一至周五晚上8点，最都会时尚的好戏《爱神出任务》。本节目由微博大本冠名播出。